大家好，我是志远。今天我真的很好，因为你们。韩国人气歌王的万正纯元带着全新中文单曲首次访台，心情大好的他记者会上索性清唱，为大家介绍新歌。曾参加中国歌唱节目的郑淳元，要他说中文向媒体贺新年，当然也是没问题。金鸡报喜，大喜大利，恭喜发财！耶，恭喜发财！郑淳元也向媒体透露，最想和歌王陈奕迅合作，只是他的个性似乎比 Eason 更疯狂。记者会上时不时就神来一笔，连四个麦克风声音都要用唱的。听爱哭的声音，好听吗？好听啊！真的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看得出来的万真的超开心，因为接下来访问还有更疯狂的行径。이렇게숨기고싶은비밀을가방속에넣을수있는라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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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라쇠화别为难记者啦，华树 TV 台北综合能力。